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新出的礼包是这个 Home 老虎礼包。这个礼包里面有老虎的帽子、老虎服装、老虎后脚，170元就可以购买咯。接下来穿起来给你们看看。好咯，穿起来是这个样子，很可爱吧。再来还有另外一个礼包，有老虎泳圈，还有钻石50颗，190元就可以购买。然后老虎泳圈的速度是 2.5。 另外呢还有一个礼包是虎槽，里面有老虎泉水，还有一只雄伟的老虎和一个老虎的摇椅，还有一个老虎的地毯和老虎的海报。然后雄伟的老虎可以坐下哦，就像是一个沙发的概念。老虎泉水我放在这里，这里呢就可以在这里泡澡咯。另外老虎的海报呢，关灯它会发亮哦，很特别吧。老虎的摇椅靠近它，它就会摇动咯，非常的有趣。本片感谢传奇战神赞助播出。看完你想买吗？你心动了吗？可以留言分享咯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